my mom has some errors inside. Hummer. He wants me. Dr. Lin,
做第二、第二老二、老三，然后我有爱。要讲最大吧。巴士王小姐，巴士王小姐，巴士王小姐，哎，好嘞。记者要干活，来。3点来这边就可以，是不是？现在他们过去那边嘞。你的文化的一部分，啊，服务业本身你就是要有服务业的概念，所以这个
态度一起改变。台北就是，其实然后不知道怎么样，每一个行业有他的尊严。你看那个日本的那些，我们上一次来看到一些人连街上收垃圾的时候，他是把它当做一回事来做。收垃圾也是一样。对，他是把它敬业。对，然后他的穿，他的拿，他的处理。他就是把它当做一回事来说。那你多。Gracias.